你也是商品，怎么来这个屋的火气都这么大？别动了！他就是不听你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灵魂，他只是商品，他没有心。对。 那谁是猪，谁是鸭？我们这边是小猪的家，那我们男生就来送小猪回家好吗？男生不是猪。好，各位老师，我们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听哨声开始。加油，南哥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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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快点快点去赶第二天。我们第二只啦，他们第二只，他们是一个人在玩吗？是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好好，行了，好，第三只，快快快，我们要出的手规，我们第二只啦，他们第二只，他们是一个人在玩吗？是啊，可以了，进去了，可以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第二只，哦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我们三只，我们三只。好，进来进来，把这拿走。进来进来，我们第四只了，我们第四只了，我们第四只了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动手了，动手了，发一分，发一分了啊！都来了，动手了。各位小心，咱们这马上就来了，第四只了，进去了。好，我们第四只。好。举报汪苏泷在这里用大风扇我们的摇啊，我们可以互相干扰，只要我们不虐待小动物就可以。不搞清楚规则的人不配赢，你连规则都没搞懂你怎么赢？来，那我们各位家人可以过来砸蛋了。女生是砸三颗，然后男生是砸四颗。那我先砸一颗，我选 C 位，选那个里面有十个金币的那个。几个？这是没有吗？哎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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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有一个有一个。好，南哥，我们来选一个。南哥一砸就直接十个了。对。哇！金币子在里边。有一哦，两个，三个，哎，我是不是没拿出来？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对，我们是啊，三个，财务管一下，我看他们还有。八圈，咋又一个呢？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好，哦，今天来。我来管理啊！我来清一下。剩下一个，灭了啊！剩下一个，随便你。因为命运总是不管人的。不要说话。停。好。哎呦喂。二。好，倒出来。哦哦，三个三个。好，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了，就随便敲了。同时同时同时。哦。我这里有六颗。给我们花就好了。这边是。没关系，这是五颗。十一颗，我那三颗、十颗、六颗、五颗。哦。